在进口的时候打开的，每个刚才我还有带到看到两个戴帽子四连。谢谢我们的 Mr. Wu 在后方帮我们播放这么好听的音乐 support 我们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暖身也是一样的，把你的这个左脚站稳了，然后抬高你的右脚，可以抬多高就多高哈，然后就转动你的脚踝数十钟。反方向，好，轻轻的放下，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边，现在慢慢的抬高你的左脚，然后转动你的脚踝。方向，好，慢慢的放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踢一下我们的臀部，运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膝盖。当你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你就在打开你的膝盖，看看你可不可以踢到你的8月15哦。去感受一下你的大腿、小腿。感觉开始酸酸了啊，其实每天你都可以做这个运动的，踢它一个100下，你一有时间啊，看电视的时候啊，站在电视机前就可以做，对我们的这个小腿、膝盖、大腿，我们的心脏很好的。好，慢慢的停下来，好，来到我们的腰部，我们左右的摆动我们的腰，很轻松的肩膀放轻松，然后记得呼吸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拉动我们的身体了。看哦，我的双手往这边，左脚踢出去，左脚顶在外面，然后我的身体拉长往一边，就把手往下，来到另外一边，另外一只脚伸出去，再来，转动你的腰，拉长你的全身，让你的全身雕塑得很好，很美丽，好像在跳舞一样。美丽的摆动，好像在荡秋千一样，让你的心情很开心。打开，好，慢慢的停下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拉一拉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哈，来，双手抬高，然后在头顶上十指交扣，然后反转你的掌心，你的掌心向上，那你的脚呢可以打开肩膀的宽度，吸气往你的左边躺，眼看向天花板，去观察你的整个右侧的身体被拉长、被开展、被滋养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，躺向另外一边，头也是望向天花板。吸气，再来一次，躺向左边。吸气，吐气。吸气，回正。吐气，慢慢的松开你的手，然后绕到你的背后，绕到背后，在你的背后交扣。如果真的不能扣的话，可以稍微离开一点没有关系，可以做到的人就做到。这个呢，可以打开你的整个胸腔，把你的这个驼背啊、延背的那个体型呢改善过来。那么呢，现在我们打开了，去感受吸气。打开气，慢慢的身体往前往前，膝盖可以稍微的放松，膝盖不用直直的，你可以稍微的弯曲，来来来，下到你不能再下，开始让你的手离开身体，做你能做的。好，吸气，慢慢的往上，吐气，再慢慢的往下，打开你的手，吸气，慢慢的往上。往前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下，最后喽，我打开你的手，吸气，慢慢的身体回正，松开你的手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左手向我们的左脚趾的地方延伸，身体侧向一边。好，吸气，反方向，去感受你的这个腰部的伸展。吸气，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回正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挥动我们的双手，画大大的圈圈。往后画大大的圈圈，好，反方向，慢慢的停下来。现在我们来转动我们的肩膀，手可以放在肩膀上，那么你的手肘呢向上向前向上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往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往下的时候，去观察你的胸腔是开展的，你的背部是紧缩的，吸气，吸，肩膀跟它放轻松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好，反方向，往下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好，慢慢的停下来，放下你的双手。好，现在来到我们的颈项的部位，吸气，头呢倒向你的右边。好，观察你的肩膀，右边的肩膀让它放松放下，
然后观察你的这个左边的颈项、脖子、你的肩膀是被拉长的。吸气，回正，吐气，倒向另外一边。现在呢，在一边左边的话，你的左肩膀就要往下垂了。然后观察你的右边，再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吸气回正，吐气。现在头呢往下看你的脚趾，好，吸气望天，吐气看脚趾，吸气望天。好，慢慢的身体回正，来，最后了，来，我们来放松我们的最后的全身的放松，抬起你的右手，拉长你的整个右边的身体，不断的往上空延伸，右边右手往上空延伸，左边的肩膀垂下来，让它放松垂下来，左边呢就不断的要往下，往地底下。然后慢慢的让你的头倒向左边，然后看着你的右手，再继续让它往上空延伸延伸延伸，左边的肩膀去观察，让它下垂下垂下垂。好，头回正，放下你的右手，抬高你的左手，同样的左手呢往天空延伸，左边的身体，那右边的肩膀放松它往下，慢慢的把你的倒向右边，然后转看你的左手继续往天空的方向伸展，右手继续往地底下的方向延伸，慢慢的头回正，放下你的身体，放下你的手。好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我们的 warm up 呢，大概就来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请 Mr. Boon 帮我们轻快的拍打功，唤醒我们身体的每个穴位、每个关节。将拍打的时候，记得把你的手是拱起来的。拍打每一个部位，你的手掌是拱起来的拍打的。来，我们来拍手。你说
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中脉宫了。好，中脉宫，重要的呢就是让你跟你的呼吸，跟你的七个脉轮在一起，然后转动 ，tuning 你的身体哈、哦。所以就把你的这个脚跟并拢，脚掌打开成 V shape 的站着。那注意我们的膝盖呢，尽量的放松，不要往后僵硬的推的太多太紧。啊，直直的，有一点点的弧度的站着。然后重点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的眼睛定向前方的一点，在你的身体转动的时候呢，头部是不转动的。那我们只是做一个左右的转动，那脸带微笑，然后眼睛就找一个前方的点，我们开始咯，来到我们的海底轮，开始。海底轮的颜色就是红色，就是今天的红叶。我要让它打开，让你的情绪更加的流动，让你的生命充满了生命力，灵动自如，活力满满。大家就是每天的练习这个中脉功，就是帮你调整你的身体回到原来的位置之外呢，它是调频的，让你的身体的频率回到它，回复到它最有力量的时候。肩膀放轻松，眼睛盯着前面一点，脸带微笑。眼睛是很温柔的，不要太用你的眼力。跟自己的呼吸，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，把你的觉知跟意识放在你的海底轮，你的脊椎的尾端，慢的停下来，放下你的手，然后把你的手往背后的腰部的部分呢，交叠放在背后。同样的，肩膀放松，往后往下放松，
脚还是呈 V 型，身体同样的定在前面一点，头呢不左右摇摆。预备开始，身体左右摇摆。我们来到第二个脉轮，我们的脐轮，你可以把觉知放在骨脐以下的地方。轮是隐藏很多情绪的地方，多创造的地方，可以让它流动，转动它，让它流动。不管什么事情来了，看见它，然后放下它。属于自己的丢开，挪出空间，在这个脐轮就有很好的创造力，很多的灵感源源不断。带微笑哦，眼睛温柔哦。停下来，放下你的手。我们来进入第三个脉轮，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胃轮，把双手交叠在你的胃，开始转动。黄色的经络，力量的地方，勇气。放松这里，记得呼吸，慢慢的放下你，停下来，然后放下手。接着呢，来到我们的心轮，双手举高，但是不用超过肩膀，
然后把它把你的食指交扣，然后我们左右的摆动。同样的，眼睛盯着前面一点，带微笑，记得呼吸。观察你的胸腔，从前面到后面。的停下来，然后呢，把你的手掌哦，倒反，本来是这样的，倒反过来，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然后呢，往内、往下、往内翻，然后来到前面，做你能做的。如果你的手很不直或者手松开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做你能做的就好。慢慢的让你的身体有时间进步。同样的，脚也是 V 型，定点开始摆动。停下来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左手在上面，现在左手在上面这样子，然后转好另外一边，慢慢的停下来，转回来你的手，慢慢的让它松开一下，放松。好，接着来到我们的喉轮，双手交叠在你的喉咙的部位，轻轻的放在你的喉咙就好，不要掐死死哦，轻轻的放着。同样的，肩膀放轻松，眼睛定点开始转动，头也是不摆动的。慢的停下来，放下双手，接下来双手往上，
然后交扣你的手指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到放到你的这个后脑勺后面。啊，记得你的手呢，不要戴住你的头，尽量的让你的手啊手离开你的头，啊，有一个距离的，这样你就不会啊转动的时候就不会摆动你的头。如果你的手指不能扣的，扣完呢，就让它松开一些些。哦，重要的是打开你的这个胸腔，你的肩膀，肩膀呢，同样的往下放松。好，脚还是成 V 型的，然后转动。慢慢的停下来，放下你的手，然后再抬高你的手往上空，交扣你的十根手指头，然后只剩你的食指向天空，拉长你的整个身体，然后左右转动。眼睛盯着前面，脸带微笑。让你的眼神是很温柔的，然后慢慢的停下来，就这样来到我们完成我们的七个脉轮哦。OK， 慢慢的放下你的手，闭上眼睛，深吸口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观察你的心跳呼吸，观察体内能量的流动。观察你的身体的温度，你慢慢的松开你的双脚，深吸口气，你慢慢的张开眼睛。好，我们来松一松我们的双脚，同样的做这个提臀的动作。
好了，我们要来最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火呼吸了。我们可以练习一下，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我们的呼吸先、我们的火呼吸呢，就是从我们的鼻孔、吸气跟吐气的，去关注你的吐气，吸气它就自然而然产生，那让你的吸气是深层的，来到你的尽量来到你的这个丹田、你的肚脐下面，然后吐气又从这里吐出去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前弯、前后、摆动你的这个、骨盆，这个骨盆腔是你中身体的中心，所以让它呢做这些活动呢、比如像前向后的摆动或者左右的摆动，都是松开你的这个紧绷的骨盆，让它很好的矫正的。那我们来先做一个前后的，那吸气的时候呢，把你的臀部往后翘打开，感受到你的气呢从整个、从你的鼻孔吸进去，然后整个、下盘你再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收缩，收紧你的臀部，收紧你的肛门，收紧你的腹部，收你的小腹，吸气打开，吐气，现在就开始用你的鼻孔吸，吸，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海底轮的这个火呼吸了哈，用你的鼻孔吸。停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观察你的身体。OK， 闭上眼睛，观察你的海底轮的部位，能量在那里开始流动、串动。好，张开眼睛，往上来到我们的第二个脐轮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停下来，吸气，
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好，刚才是前后摇动你的身体哦，现在我们来左右摆动，同样的是用鼻孔吸气吐气的。停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可以闭上眼睛，观察你的第三个胃轮，从海底轮、脐轮、胃轮，观察那股能量再往上提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到我们的心轮。心轮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拓展的动作，除了打开我们的胸腔，我们也是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背肌，让我们的背部有更多的马色支撑你，更多的马色燃烧。哦，那你的这个臀部也是可以啊，向上向下的配合，吸气吐气，吐气。开始，停下来，观察你的肩膀，呼吸，深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观察你的心跳。观察你全身的脉动。慢慢张开眼睛，现在就来到我们的喉轮哦，喉轮我会选择也是左右摇摆，来，预备开始，
好，慢慢的停下来，吸气，呼气，观察你的身体呼吸，观察你身体的温度。把你的身体能量的流动往下一直不断的向上冲，从海底轮脐轮往上来到你的太阳神经丛，再往上来到心轮喉轮，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个眉心轮。眉心轮把你的意识意志力集中在你的这个眉心轮，预备开始。好，停下来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吸气，来到我们的顶轮哦。顶轮就是头皮的这个部位哦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跳起来；如果你觉得不可以，你就跟着自己的节奏呼吸就好。预备开始，好，慢慢的停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完成了我们七个脉轮呢。我们还要不要再给自己挑战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多300下？可以哦，可以啊 ，OK 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就在自由的，你想要做什么形式就什么形式。来，你的顶轮上方第八个脉轮，预备开始。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剩下200下，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，我很喜欢的，就是从你的海底轮可以不断的向上震动的动作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放慢的，快的，
好，来，我们预备开始第九个脉轮。好，停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百下咯，我们加油哦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停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次吸气，吐气。在眼睛观察你的心跳，观察你的呼吸，记得呼吸，观察你全身能量的流动。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张开眼睛，然后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瑜伽垫舒适的地方躺下来。你要坐着也可以，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冥想文的这个进行大休息。Mr. Bu， 请准备好音乐，大概十秒钟给他们。我这边因为垃圾车来了，我就关声音了，谢谢。让我们舒服地躺着，放松你的身体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吐气。再次吸气，完全的呼出来，吸气，带给你的身体更多的能量，吐气，让你的身体更加的放松。
现在完完全全的跟你的身体呼吸在一起，放松你的头皮，放松你的眉毛，脸颊，嘴唇，放松你的喉咙，放松你的肩膀、手臂、手肘、手指头，放松你的胸腔，胃部，肚脐，以及肚脐周围，放松你的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掌、脚趾头，全身都放松了。现在把觉知带到你的头顶上方，观想金色的光灌入你的头顶，顶轮的部位布满了金色闪闪发亮的光，接着跟我一起默念下面的肯定语：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，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
富足的。接着，让我们把顶轮的金光发送到眉心轮，我们的眉毛与眉毛之间，让这个部位也充满了金光。同样的，我们一起来默念以下的肯定语：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好，我们再把眉心轮的金光往下发送，来到我们的喉轮，我们喉咙的部分，让你的整个喉咙的部分充满着金光。接着，让我们一起默念以下的肯定语：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再一次的，我们把我们喉轮的闪闪金光往下发送，来到我们的心轮，我们胸腔的部位，让整个胸腔闪着金光。接着，我们一起默念：
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让我们把心轮的金光往下一个脉轮发送，来到太阳神经丛，我们胃的部位，让金光充满了我们整个胃部。接着我们默念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让我们把我们太阳神经丛的金光再一次的往下一个脉轮流动，来到我们的脐轮，就在我们肚脐以及肚脐周围的部位，让这个部位布满了金色的光。再次的，我们一起默念：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
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脐轮金色的光往海底轮的部位发送，就在我们生殖器与肛门之间的部位，布满了金色闪闪发亮的光。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富翁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感恩宇宙，感恩我的身体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家人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得到成长。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的财物，我的好运。我是富足的。让富足的金光从脚趾到头顶闪闪的发亮，充满全身。现在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把觉知带到你周围的环境，把觉知带到你的身体，轻轻的动动手指头、脚趾头，伸伸懒腰。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的、渐渐的张开你的眼睛，迎接一个全然富足的自己。
好啦，各位家人们可以慢慢的起床啦，张开眼睛，动动身体，活动一下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完成了四天的这个18672、所安排的晨间有氧运动。大家如果现在有什么问题，要提问的话，可以打开你们的这个麦，提问。如果呢，你需要下班，你需要上班了，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的准备。今天同样的要多喝水，慢慢慢慢一口的喝，带着感恩的心去喝水。也谢谢今天火呼吸的团队来到我们的这里来给予我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娜娜，淑珍老师。那大家有什么疑问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可以问问题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来互相学习。我想问就是我在最后的一个部分我是没有躺下去，我是坐着的。那么我坐着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就是 doze off 啊，一直要睡觉这样。请问是正常吗？还是说我身体是有什么状况还是什么？就是你很想，你一直会想要打瞌睡，要睡下去啊。就是在跳这样，对。这是你第一次做这个有氧火呼吸吗？其实我之前有也是有自己尝试做过，不过我没有静坐，我没有 meditation。 哦，你没有做就是多数你是躺着的对吗？我没有躺，我就是站住，就是这样火呼吸，我没有静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，我没有。哦，就是你在最后的阶段最后第七个脉轮在以上的，在火呼吸的时候，你想要打瞌睡？不是啊，是我们最后一个阶段，你叫我们躺下去那个阶段，那个冥想的阶段是吗？那个啊，对对对，然后你是因为我没有躺，我坐，不过我一直这样钓鱼这样。哦，没事的，这个是一个你想要得到一个深层的休息。那你要钓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？就是好像有一些部分好像听不到，又有一个部分听到这样。这个是很深层的一个休息，没事的，就是可能你在身体在做调整，你平时的这个睡眠品质可能不是很好不是很好。那么呢，他在这个时候给你很好的放松哦，进入深层哦。因为我们在做了这个一系列的中脉供火呼吸都是动态的嘛，那你静下来的时候，在这个安静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进入很深层的休息。我们的这个静心啊，或者是大休息啊，20分钟呢，可以是如果你可以静下来啦，等于你一天八个小时的休息来的，晚上八个小时休息，所以没什么的。是不是要躺下来会比较好呢？是因个人的身体的，有些人躺下来他很激动，因为之前像我的身体很敏感的，我躺下来我的心跳感觉到整个地板一直跟我弹来弹去，我就躺不下来，我是要坐着的。所以有些人可以选择坐，有些人可以选择躺，就选择你适合你的方式。肯定你躺着大休息就整个人很沉的睡下去，你做得到你就去选择大休息，你做不到你就选择静心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。那静心过后可能20分钟你还有时间你可以躺一躺，看你的身体的状态是怎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一个方法给全部人适合全部人，那你知道了那些方法呢，你就去按照你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它，去慢慢的体验哦，我坐着我会得到很好的休息，我可以充分的把之前的那个火呼吸的那个气很顺畅的让它流动，然后身体放松，你就坐着啊。那有些人他是选择哇，他一躺下来他就更加的放松，他就躺着没问题的，你就去试尝试每一样看你自己身体比较适合哪一个的，就去做你适合你的。那么老师，我们是可以吃了喜乐宝
才做这个早餐吗？如果你是有吃的话，也是同样的看个人的胃，有些人觉得很饱，他还不能够马上就进行这个运动，就给自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，才进行这个运动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你。还有谁要跟我们讨论一下他的状况，或者分享一下他这几天得到的改变吗？身体的改变。好，各位伙伴们，谢谢你们这四天 的配合，我们一起做运动。现在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你们的镜头呢，我们来拍一个合照，纪念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来，有在线的伙伴们，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镜头，我们来一个大合照。好，谢谢你们这几天的配合，可以比爱心啊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有些还没有开镜头哦。来，各位准备好。好，我拍照了哦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Mr. Boo 在背后的支持，在背后的调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公司这一次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这四天，那18672来到这。最后一天，你们就剩下最后两餐而已，讲得很难听哦。18672的最后两餐，所以我祝贺大家得到你们身体的改变、清理呀，然后更好的能量、更好的空间在你的身体流动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呢，如果觉得这四天的这个晨间有氧运动很好，就请继续下去。像我们的一位总裁啊。Mr. Perry 说的，我们的魔力嘛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养成，就是通过28天，带着感恩的心，感恩你的身体，感恩你有这个机会，感恩你的身体配合你自己来进行这个晨间的有氧运动，也通过这个18672呢，让你的身体知道你的身体应该怎样去。吃你的食物的分量多少，其实就已经够了，很少就已经够了，不用多、哦、少就是多。吃我们喜欢正确的食物，然后就多休息，多喝水。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Yvonne 也是很支持、哦、从 KL 来的 Yvonne， 谢谢你。谢谢喜乐老师这四天。谢谢你的支持。谢谢。那还有什么要聊聊的还是要说话的都可以打开你们的麦。老师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到。